其实绿色也是很火的一个颜色，这两款绿色的衣服都。对，我昨天在秀场上也看到那个绿色的一个皮鞋，嗯，我觉得挺好看的，还挺难驾驭的绿色。连你都说能驾驭，我们这个车辆堪忧了。没有，而且它绿色，它搭了一个就是有点粉色边的一个内衬嘛，挺好看的。再看一下这个恐龙的话，是一个桌头的摆件。也卖得不错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很多人的话有一个概念，就是说恐龙放在家里镇宅的。对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哇，很多粉丝都想你试穿一下不同的款式。试穿一下。对，我要试穿一下。好的，那我就试穿一下这个吧。对对对，你刚才大赞的这一款。而且你看吧，这款皮革的纹路呢，是它有点做旧的，所以的话就是说是你穿的时间越长，这个纹理的话会越不一样。正好这个马也正好。对对对，而且我们所有的这个。皮革和这个动物皮毛的话呢，是最环保。我现在就是想说，我们从来不用这个珍稀动物的皮的。是的，是的。它做的是那种比较像做旧感觉，做旧的啊，就反正就看起来就像一件你穿了一段时间的夹克一样，上身很舒服。对对对，好。真的不买了吗？买。这种的话呢，也是比较流行的，就是懒人打扮吧。就是说，有时候赶高铁、赶飞机的话呢，一套就行。对对对，哎，我喜欢的。你这样一穿这个的话，你的造型团队太省事了。还有点 oversize 吗？对对对对，是的。粉丝们经常看到，就说这样的话戴口罩就会有劲。在这个口罩上，懒人懒到家了。This is going to be taken hello 大家。最经典款的这个皮夹克，就是很多男生嘛，他有时候会投资的话呢，在服装投资上会有一些选择，再买一些百搭款，而这种的话就常。而且这种我觉得不会过时，对对，那时候穿都不会过时。是的，衣橱里一定要必备一件。哇，太帅气了！周周看我这里。稍等一下，等啊。又来了是吗？我每次入场。没有啊。空降。我试了这个，然后还有这个。我觉得这一套很。对啊，这套刚才那个穿的时候，懒人打扮。而且这边又有一个小孔。我们这个不光有这个 monogram， 还有这个小小的。啊，可爱！我等会儿要来给我。在家。对，来来，我们坐一下。我也会穿夹克。
比较喜欢的，对吧？但是生活中可能会选在暗色系一点，因为知道这样拍照比较好看。暗色时尚，我其实也很喜欢看的。最喜欢的，我很喜欢说，特别是假的，但是因为今天我本来挑的是某种，所以是男款。那没问题啊，你挑个小码。但其实我觉得像好，就是像娃娃的假的蛮难挑的。我觉得你穿肯定好看。那你冬天会穿这种夹克多还是毛毛的大外套？都会。看心情。你出门是属于那种会搭一套很精致的再出去，还是说就是想到什么？男生的话，皮衣，然后夹克，我觉得都是不错的选择。女生的话，我觉得像那个，它有个长款，它不是这个系列的，不是今年有长款的那样的毛衣嘛，有点点 oversize。是，今年我在秀场看到，这里可能还没有，因为它新款，然后有一个挺不错的。哇，被你说。你说，我想现在去看一下，因为我特别喜欢。啊，真没去啊。对，就是我喜欢一套到。对，就是过膝盖的那种，我觉得还挺好看的，但也挺。人比较。啊，对，就其实。对。好吧，其实我觉得粉丝有很多问题想问，我们要不要来看一下好了？我来这边再看吧。我来帮他留言一下。问题想问你们俩应该。我来看。都在看腿。那这个是什么？吃饭了吗？我现在是几点？现在10:40。早上10点，我吃了早饭，吃了早饭。然后这次会在国外待多久？这次会在国外待2个月吧，就后天，然后就到匈牙利布达佩斯去拍摄第二部新的电影，然后会待挺久的，在国外。然后什么问题？
日回来播。生日不回来，生日应该就在国外了。新剧什么时候播？新剧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是戏份都差不多杀青了，然后要看那个他们剧组那边后面拍摄进度，然后看他们制作，对吧？我也想尽快把这个新的作品带给大家。我想问你感冒好了没有？感冒好了，好很多。这上次感冒，然后一直咳嗽，我就有点百日咳了，有点后遗症，一直在咳，但是现在已经好很多了。谢谢关心。然后有网友问你会给妈妈买包吗？会啊，我妈都跟我说，我妈都跟我说，你出去不要给我买包，别再给我买包了，因为我出去就会给我妈买包。网友让你推荐一个，你爱吧？昨天秀场，秀场我。